要成长，它一定是好，所有东西都有进展，才能够成长。不会说我要成长，那所有东西不跟着配套，不会的。所以取舍见，看清楚，弄明白，该取舍就必须取舍，因为柳暗花明了又一村，是不是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车没到山前，你一直在那边想，哎，这边叹息，那边叹息，你就从来没开到车到山前，你怎么看到自己的路？对不对？开到山前了，哎，看，哎呦，原来是这样，把握时间，竟然就是条条道路在我面前，还好努力掌握了，是不是？Bingo！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些，你说这些跟神啊鬼有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。但是有没有去做，跟人生的吉凶祸福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超级生命密码为什么人家觉得哎呀，很浅啦，浅什么浅？都是基本原则，要做到，没做到。那我们就这么认为，基本原则没做到，好高骛远，永远成不了事。所以先把基本原则讲清楚、弄明白。所以说，哎呀，那草蜢书我看了几遍看不懂，什么看不懂？做人的基本，对不对？观念的根本没搞清楚，就是不会，不会就是不通，不通就是结果不太令人满意，就这样。哦，所以在这个取舍完之后，要运转的。运转，知道吧？选了开关，对，现在按这开关，要按哪？要按下去。你不按下去，机器会动吗？不会动，对不对？你要机器运转，按下去，抉择按了，是不是？它运转才有用啊。所以纸上谈兵，只能谈得高兴而已，没用。我不是经常讲嘛，我自己都这种例子啊，很多了。有一个东西很难。或一个要修一个什么东西，哎呀，看那说明书也好，哦，看那个现在有还有那个录影带教你也好，看下去一个头三个大，是不是？做一遍，我跟你讲，永远不会忘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，